快忙了一天，我又回来了，朋友们。首先，整上一小锅起油烧锅啊，有条件的放点老干妈，爆头八两鱼，哦，那必须吃活的，迷你小八爪刚刚上岸的，鲜活鱼虾，还有大城王肉，一小锅会吗？大海螺、猫眼螺都有。还有咱们家的海水虾，来点酱油，来点香醋啊，香醋可以熏熏，朋友们，来点香醋，来点料酒，满满登登的一小锅，给自己安排上，再加点水啊，大火收汁，朋友们啊，5分钟，看都看到这里了，给小李点个赞再走呗，谢谢了。